古琴曲《广陵散》在我国汉魏时期就有了，原曲表现聂政刺韩王的故事，曲调激昂紧张，反映聂政刺韩王时紧张激动的心情。西晋竹林七贤之一嵇康擅长此曲，他因反对司马氏的专政而遭杀害，临行前弹奏此曲以为寄托。古琴独奏朱令。演奏古琴的朱令同学是由著名古琴演奏家孙桂生先生练琴已达6年，他于92年考入我校化学系，兼任艺术团民乐团弹拨乐声部长。他的一首古琴独奏《潇潇水云》获首届北京市高校民乐会独奏组2等奖。Thank you.